Hello，世新。Hello，Liqiu 啊，大家早安呐、啊！啊，午安呐、啊，米宝宝。Hello，今天再换个角落跟大家聊天。今天又换了一个全新的角落，哎，我手套被发现。这是猪妈的手套哎，猪妈的手套，猪妈的亮的手套，这样会不会包裹都被看光光？哎，有光不行哎，我要遮住，遮住遮住，早开了。对，我今天提早开，我今天早上8点就起床。今天的发型好好看，今天的发型就是把头发通通拉起来。对，今天我要走一个心灵鸡汤聊天室。我今天要来一点不一样的。哦，今天好，怎么这么冷啊？这个电风扇好冷啊！早安，志伟哥。我猜大家应该都在上班，所以说呢，今天因为换了一个角落，也没有办法放歌给大家听。对啊，心灵鸡汤。所以呢，我就想让我想想哦，我有什么歌可以唱给大家？感觉今天好像有点适合唱歌哎，那我来去拿个手。把手机留下。Hello，发生什么事？我们来听什么歌好呢？趁着大家上班的期间，我来唱歌给大家听。我们来听一下，看一下。我们今天一开场就来一个《白月光与朱砂痣》好。很久没唱歌给大家听了，谢谢 WZI 的真情告白。Hello，大家晚安。提早4分钟吗？哪有兔兔，我提早6分钟，好不好？有歌听哎，我先去忙喽。除了好运来跟不要生气都可以。晚安。哎，你们这样听得到歌声吗？Hello，Steven，谢谢少元。Hello，Steven，Hello，树宝宝，谢谢树宝宝。噔噔噔噔噔，噔噔噔噔噔噔噔。都在指尖绕，还好我今天没压。等不到的美好，总在心间熬。刚刚才说你今天会几点开？哎，哦，恭喜宝洁，Hello，崩神呢？等一下，我扎一下我的衣服。滚烫的心跳，真的哦，唱到一起鸡皮疙瘩哦，我就知道我歌声一定很美妙。匆匆的跑过，烟花作月摇摇。没有，我跟你讲，我今天这个头发是真的没有飞过。然后我是就昨天在吹头发的时候，我就是没有特别去弄它。然后261行，你是否能知道，窗前的明月照，你独自一人远眺，白月光是年少，是他的笑。谢马哥的。
的枫叶 ，Hello 尹威，居然提早开，突破大家的想象。因为我今天太早起床了，然后其实我刚十一点就想开了，可是因为我要收一个包裹，所以呢，我就先收了那个，我是收到了那个包裹，我才开。不然你知道，我刚从十一点就在这个直播台前面一直在等待那个我开的 moment， 你们知道吗 ？Hello， 三月宝宝。好，祖祖午安，又是开会的，好。的波涛，从不在梦里飘摇。有包裹可以开箱了吗？没有，我不知道那个是竹妈的包裹，所以先不要开。你是否能知道，原来是邮差没迟到，竹才早开。不是，他本来说十一点就要来了，然后就你在等，你在等，结果就今天没有开瘦脸吗？好像没，好像有，看一下。有，我今天就开三十，还是不要开，好像有点胖胖哎。你是否能知道，窗前的明月照你独自一人远眺？谢谢崔崔的玫瑰，是他的笑。卡丘，好了，我今天声音有点少，现在也没办法。有的时候胖胖的也是蛮可爱的啊。那我用头发遮一下。哇，用头发遮看起来好瘦啊、哦！发生什么事了？猪不但没吃到，还提早开。我今天真的好太早起来了，我好无聊早上。然后我一直就是你知道吗，在等待那个 moment， 然后那个 moment 都不来，就是开的那个 moment。今天的头发还蛮。还蛮什么？谢谢少爷的心路历程。关键时刻，居家生活。我还没有。增强体力，提升保护力。快和我一起七天肌肉挑战吧！单手喝一口安素。飞鸟和蝉。这么无聊，你可以起床马上卡啊！我就要收包裹啊！我就要等包裹啊！我八点就起床了，然后八点起床以后呢，我就是。浑浑噩噩的不知道在干嘛的两个小时，一个小时九点，然后开始吃早餐。日文退步了吗？不是，我不会那个平假名、片假名哪一个 ？Hello Kobe。流鼻水，太冷了。午安。又没人叫你在家门口等包裹出现。不是啊，因为他说会很早到啊，然后我就一直在等。Hello Ting， 好空白，好安刷卡拉卡。平假名跟片假名都不熟，我不知道哪一个是平假名，哪一个是片假名，我真的有点搞不太清。Hello 建谷，还有 Loli。Hello 刷卡拉卡，刷卡拉卡。谢建谷 ，Hello 熊熊。美丽的欲哭竹早安午安，对不起，我现在还自己在早安。好，推推好陈恩，谢谢宝贝，直播间。什么屋？什么屋吗？我看一下哦，不对，啦啦啦啦，啦啦啦，什么啦什么啦，之，沙鲁是什么意思？谢福福猫真情告白，原子族怎么了？好吧，你居然这么准时，我知道你会起来，先去忙，好，非必要赶快去忙，没关系。拉拉小坡是什么？到那是什么意思 ？Hello 一，什么啦？沙拉吗 ？Hello 杰伦，哎呦 ，Hello 杰老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我刚刚念错吗？沙拉什么东西？好，还是看不懂。
是什么意思？天线宝宝，拉拉小波猫，不知道哎，念出来都不知道，广告没有看过吗？哪个广告？啊？Ohayou gozaimasu 哦，这是平假名 ，OK， 就是小写是平假名，大写是片假名 ，OK， 平假名、片假名，我都叫他们小写、大写。这真的是什么语言都怪怪的耶，哪有日文梗不懂吗？不懂哎，真的好空白，我也不明白。Hello Jerry， 好推推，之前洗发精广告有讲到，我只知道 get， 其他我真的不知道，真的不知道。不行，我决定要去关那个电风扇，真的好冷。你怎么能祈祷取出其心中的偶像？祈祷取出是什么意思？啊，它不是洗发精哦，它是什么？片假名都用那英文的，我知道，它是用外来语的时候才会用那个。对，我知道，测试一下猪猪。Oh my god！什么卡？哇，什么卡兹？斯卡什么德斯卡？什么卡德斯卡 ？Oh my god！ 猪猪啊，巴嘎德斯卡吗？不会吧 ？Hello Panda， 是吗？不是吧？提早开始吃错药。Hello， 早安安，Hello 黑流星。什么东西是？煮嘎是什么意思？煮嘎是什么意思？早安，黑流星。好，我好像，哎，我方灯被发现了。我们来听个什么歌好呢？我们来听《那些年》，好久没听这歌了。丢丢丢丢丢。还有什么？最近还有什么新歌？有一首歌叫《可以不可以》耶？哎，我们来等一下来听听看，不知道是什么东西。这是平常的地方吗？不是啊，我又换了一个角落。Hello， 双双。Hello， 动轴。Hello， 卡缪。居然念得出来。Hello， 不想挂马甲。好如哥哥，阿泽欠揍，可以可不可不可以？可以什么东西？这首歌叫可以不可以？你今天在公司，好像不是你家，我今天在另外一个角落，在我的另外一个角落。那些年我们破裂的耳膜，咦，可不可以和你在一起？这首歌很好听，真的吗？可不可以和你在一起？是不是？啊，但是你等一下再跟我讲一次，我等一下放完可以不可以再跟我讲，因为我现在这个没办法开分页。可不可以让我们在一起？那首哪一首 ？Hello 悬崖，角落的边缘人。对，我今天在角落，你才欠揍。原来如此，难怪我觉得背景怪怪。对啊，我今天在不同地方，很棒，看得出来我今天在不同地方。大家今天现在空白的玫瑰，我怎么觉得我今天有点疲劳，不知道为什么。不可以，我不喜欢和你在一起，耳膜会炸裂。我觉得我有心情一症候群，心情一就会想放假。虽然我今天是真的蛮放假的啦，但是就是会有一种想要，你知道吗？就是，可能太久没有出去玩了，我就很想要，比如说去宜兰，然后一个民宿，然后就是不回讯息。我最近真的超想做这件事情，就是不回所有的讯息，然后自己安静的过一个礼拜这样。
推荐我们都傻，我们都傻，傻在为一段热热的爱情付出，还在期待会有奇迹出现。是这首吗？竹中分好看欸，真的吗？竹妈说我中分会像那个欸，欸，这可以讲吗？好像有宗教欸，像那个，你知道吗？你不是已经在放假了吗？我现在完全真的欸，阿婆婆，我好想要，天啊！对对，宝洁，对，然后听海浪的声音，然后就这样很安静，然后日常生活呢，可能就 maybe 就是很看个书，然后喝个泡个茶这样，然后可能 maybe 就是有就是可能今天想要走点户外，去海边散散步之类的。哎，没错，我也是哎，我也不想回讯息，认真去网咖玩一个礼拜，这好像不太一样，告白，这不太去网咖玩哎，但是我真的蛮想去看的。你竟然想要安静的谁啊？怎么感觉好悠闲，很棒哎！听海哭的声音，我比较想听海，不要了，我想听海快乐的声音，差一点讲错，差一点讲错，海快乐的声音，什么飞镖？听海浪的声音，植物先避避。问魔，海哎、欸，不可以，所以宝不可以，不行，海快乐的声音，快乐的声音。比如想要去网咖，我没有去过哎、欸，我是真的，我跟你讲，我之前就是我们曾经在选课的时候，我们曾经一群好朋友约好要去那个网咖这样，然后去选课。可是你知道吗？每一次选课网咖都爆满，因为网咖的网是超快，然后抢课就抢超好抢。可是你一直讲话，我怎么听海的声音呢？就是。混音啊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一个是主旋律，一个是和声这样。Hello， 水男孩，你才几岁就想要退休生活了？不是，就是没有到退休生活，但就是想要有一个礼拜，就是你知道讯息就是可以挽回，我就等要回，然后手机就放远远这样，你知道吗 ？Hello， 汉汉。网咖选课很酷哎、欸，网咖选课超快的，好不好？我们每次都输给那网咖选课的人，我真的超生气。去网咖抢课真的超快、超方便，然后每次我都抢不到位置，因为我们每次就是选课那天，我们都是上到就是最晚最晚的那一堂课，我就觉得，然后其他人就已经先去抢了。网咖电竞设备真的是真假的，很爽吗？心动不如马上行动，手机丢了吧？不行啊，我等下被骂。我只有去网咖抢票过，是不是？网咖的网速真的超快，我跟你讲，真的100分，网咖网速真的超好。Hello， 鳄鱼，选课跟买票当然是要去网咖，不然嘞，真的。我跟你讲，这真的认同，因为我们每次都输给在网咖的人，真的很烦哎、欸。网咖不是都是住宿的吗？哎、欸，是这样子的吗？是这样的吗？你想知道答案吗？哎、欸，如果他那个时候有跟他讲答案，他们两个会在一起吗？你们觉得？会吗？请让我继续喜欢你。继续喜欢你。哎、欸，我这样好像蛮好看的。日本网咖是这样子啊。我到台中的好像也是。你别说，说什么？我没有去过网咖。说什么？我说了什么？淘宝哥是啊，日本网咖超好睡的，真的吗？真的吗？真的吗？我知道台中有，我记得之前有看过台中的，可以不要继续吗？为什么？我之前去台北，大部分都是住网咖，真的、哦。Hello， 史密，为什么这个话题是不能讲的？是不是？我是不是做了什么不对的事情 ？Hello， 小命吗 ？Hello， 北车也有提供哦，真的吗？北车也有是不是？我是说我不想听你的答案，好要你吓死我了啦！我以为我讲了什么。就是不能讲的话题，我想说网咖应该还好吧，网咖不是一个就是打电动跟抢票的地方，应该可以，应该是可以的哟。Hello， 阿华，我以前宿舍确实很像网咖，我打开六个人都在打电动、欸，
好好哦。你知道我以前真的，哦，这件事情我也是觉得很好的，就是很羡慕的一件事情，就是我在国中的时候就觉得高中或是大学应该就是要住宿舍这样，然后跟大家一起过宿舍生活。结果后来我就到了高中，然后就觉得好像也没有必要，就是对啊，就是因为我也不是从外县市嘛，外县市来的，所以就是网咖用光纤懒，网速当然快。什么是光纤懒是什么 ？Hello 草莓风吧 ，Hello 包森，对吧？然后哎，看一下，然后后来到大学以后就觉得，好像还是住家里比较好。哦，纤哦，光纤哦，对不起 ，Hello 掉，光纤懒是什么？好哦，那我叫我家果果面面不要跟我联络，让我好好休息。我有回果果讯息吗？哎，糟糕，我等一下去看一下我有没有回他讯息啊。智怀 TT 与本命，网速比较快的网哦，先，怪可爱好了啦。什么是怪可爱好了啦？你说我怪可爱的吗？没回抓到我要去看一下，我有点不太确定。好，人好，基本上是专业设备不解释。好的，谢谢。Hello 小火龙 ，Hello 暗示，鸡皮疙瘩吗？他瓦哥有哎、欸，有什么？有没有回都不记得了。对啊，竹今天可以什么？长得很可以吗？没回女团心结啊啊。一直都不好啊，我头好痛啊，什么都不好。谢谢夏夏宝的玫瑰，还有季风亮，谢谢如哥棒棒直播间。不行啊，我真的不能不开瘦脸，你们让我开，那今天让我开15好不好？好，开15好像脸比较漂亮一点。竹今天好好看啊，我今天好美啊。没事，拦截了笑笑梗，真假的？你把笑笑的梗拦截了是不是？安国语才通是什么意思？还有李真，我刚刚看的是孝真。还有坤坤啊，小火龙，那你的双下巴还在？你是不是忘记我的瘦脸秘诀了？嘟嘴巴吗？但我今天好像不太适合嘟嘴巴。我今天浅浅嘟嘴巴好了。这样好像比较好。双下巴不能消失。还有吉米粥，今天的光还蛮可以的。我今天，我觉得换了这个角度光也不错。午安，吉米粥。每波一都达成零，达成圈。谢谢吉米粥，掌声鼓励鼓励。为什么有一个竹来了？你前辈同期都有人开啊，你就随意开啊。开什么？你说开瘦脸吗？这个很可以耶。真的吗？嘟嘴狂魔打击，这个角度怎么有放大的效果？什么东西放大的效果？什么意思？我今天脸很大是不是？那我赶快用一个方法让我脸看起来小一点。等一下哦，这样是不是看起来脸小一点？有吗？这首歌蛮可爱的耶。你们刚刚说什么？可不可以怎样？可不可以？你也刚好喜欢我吗？可不可以？什么啊？谢谢流星的守护灵，做我的女友，可不可以？恭喜！哇！恭喜暴击，不可以先回。哇，你今天是不是有称赞我包子做我女友？哎，可不可以？好像可以哦，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。我刚刚好像广告，等我一下。太慢了吧，包子太欧了。可不可以和你在一起？哦，可不可以和你在一起？在一起，不过你们已经很小了，是要跟纳豆比吗？
你说真的食物纳豆吗？因为镜头角度有点侧面，视觉涵盖面增加。什么意思？所以脸会看起来很小是吗？哦，哎，我觉得我这脸好美哦。All right， 可以做你的女朋友吗？你说做我的女朋友吗？这个也太多次了吧，包子包子。也太好重了吧，包子。大概是我忘了什么，忘了什么？为啥一个可以报值500啊？超强的，自己讲好歹让我说，我就欣赏你这种迷之自信。谢谢笑笑宝，每次直播都喜欢我的迷之自信，好感动哦。都说增加了，怎么说反而减少了？很扯，侧脸很美吗？对啊，你看我的侧脸，美美侧脸。Oh my god！好小艺美啊，哪一天不美了？你只是吵了点而已啊。谢谢空白，谢谢哦。Hello， 小艺宝宝。哇哦，谢宝姐的香槟，谢谢你的 champagne。Thank you。不可以。他可不可以和你在一起？可不可以和你在一起？这首歌是不是可不可以啊？是吗？所以右侧，这是左边左侧脸，我是开镜面的样子，左侧脸。我觉得我自己是左脸人啊，我觉得我左脸比较美，你们看哦，你看左脸是长这样，好，然后右脸长这样，你不觉得右脸就已经有一点微胖，还是你们喜欢右脸？哪一个？右脸。右脸加一，左脸加一。我个人喜欢左脸。哪一个？这无法回答，请专业的啦。啊，就你们个人啊，你们个人觉得呢？成员呢？你们觉得你左脸好看？我个人喜欢左脸。右边，我们左右一样吗？没有，左右。左右，你们喜欢哪一个？左脸是不是？长得都差不多，无法分别。左右没有，真的，因为我有看镜面。左右，喜欢遮住全部的脸。什么？平常公司建议你左脸还是右脸？要看，就是看服装。左脸给你，右边给我。哎。还有 Liqui 啊，镜面炸漆，大家有没有吓到？左右方向不一样了。我们听女生版的好了。放下会走更远，又何必去改变？什么？一起升三姑，毕业后下一任就是你了耶？啊？什么？左边来个 Wink。右边来个嘟嘴，我比较一下。你吓死我，这样很畸形耶，偷讲。不行，要右边。Hello， 我们今天不是要心灵鸡汤啊？不对，等一下，这点不太对，好像有一点不太对哦。左脸比较亮，接受高 ，OK， 就。怎么？笑到流鼻水，还好笑，好像有点。还有安迪，那不是一个面具的表啊？哎，对，Lolly 对，分镜合成。我刚刚想说，这是合理的吗？哎，我都笑到流眼泪了，快笑死了。哎，好好笑。还有阿福，还有安迪，现在超哥爆料什么？是谁刷的？我看一下。得了奖是你，为什么要打巴掌才吧？右脸比较酷，有型是成熟的。哦，成熟脸。那这脸，这是什么脸？性感脸。是吗 ？L 的伪装，笑死！那个日式面具吗？对。谢谢欢迎的玫瑰。右脸比较酷，有型成熟。Hello， 小火龙。好笑。L 族左边右边不平均，我可以。
欸，我不承认，不好意思，祖祖直接诠释那一定是欸，什么桃花哥，鬼面之刃是哪一个？是哪一个角色有这样？左脸是 AKB 的祖祖哦，所以是可爱，可爱吗？可爱。然后右边走，成熟性的。这样吗？哇哦！退后，快退后！好可爱哦，紫色的耶，喵姐一定很爱，好可爱哦，好想给他头拔下去。请问是在演什么？左边可爱，右边成熟性感。不行，我们今天要心灵鸡汤，冷静冷静，我们今天要冷静，对，冷静。真的不行，我们要冷静。我们今天 countdown，OK。你刚被白眼了耶？谁被白眼了？这鸡汤坏掉了吧？我看你会不会错乱。鬼面里面有一群戴面具的人，谁啊？你说那个无惨的手下吗？还有老豆芽，还有笑笑宝。我刚为什么飞镖为什么会在演转头中的长颈鹿？哎，头转的长颈鹿蛮厉害的哦，头转的长颈鹿，真的。13岁国中妹的主吧。哈，阿鲁纳奇，你真的不要鸡汤哦，帮他们断刀的。My God， 是不记得了耶。臃左边等于倾斜，右边等于臃肿。哎，我真的觉得我今天有一点点肿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可不可以和你在一起？没在怕的，你是又在提供素材了吗？嗯，对，我们今天是鸡汤，心灵鸡汤，不是无产的，是产物夫的人，我真不记得呢，还为什么啊？就是什么东西 ？Hello， 小草草，吃太多咸的哈。哎，我昨天晚上你知道我吃什么吗？我昨天晚上吃咸酥鸡，哎，看完就忘记了，就别努力联想。真的有点不太记得，鬼面那面具我只记得红色面具，天狗 ，My God， 谁啊？我真的有点几乎里面有点不太记得了。Hello， 阿言仔仔，你今天有一点肿，但我怎么觉得有一点动心？真的吗？所以肿起来的祖祖也可以让你心动吗？今天是心灵鸡汤的台嘛？对，我们今天是一个属于聊天，然后治愈心内心的台。水肿成就解锁，就说爱吃鸡。我说哦，昨天那个咸酥鸡太好吃，怒心的那种动心吧。你说那是什么气急攻心之类的吗？撒悠宝宝，祖祖又失忆了吗？则我看到其他成员都吃少少，你只要吃炸鸡也可以。我没有吃炸鸡，我吃咸酥鸡。OK， it's different。不会，会让我想在你脸上留下还你票票权。Hello， 佳饶，我的直觉告诉我这鸡汤有毒。Hello， 欧文，谢谢宝洁让我现在目前占据第一。咸酥鸡更油吧？它会脱油啊。我也看不懂鬼面，我最近看咒术回战，我那时候有看鬼面哦，那时候我也觉得很好看，可是我看的是漫画。咸酥鸡比炸鸡还邪恶，是这样子的吗？是吗？原来咸酥鸡比较邪恶的吗？哪一家咸酥鸡不用炸的？你解释一下。还有脱油，我说它炸了让它脱油啊，不就炸鸡不一样？还有脱油，很坚持。还有脱油，下次水肿跟歪斜的时候可以找我，免费帮你治疗。退票权吗？有没关系吗？Hello Jack， 我最近想要就是你知道做一些到心灵成长的事情。还有油啊，那么你也脱油吗？大家有没有什么推荐可以让心灵成长的事情？啊，我们被超越了。Hello 阿华 ，Hello XIAN。
哦，我们被超越了。贤淑静也有 ，Hello 星星，还有红颜，在度度上吧？什么意思？刚刚要看什么？是这个。谢谢包子的向下走。我还脱皮嘞，贤淑静真的没皮。贤淑静没有皮吗？真的吗？保洁的带你去流浪。其实我是真的最近一直在研究这个新的小市长这件事情，我是真的有一点实在是看不太懂。谢谢保洁，谢谢保洁，我真的看不太懂这个新的。然后我还想说，所以谢谢宝宝们，哇，我是保洁的烟火，还有愚者弟弟。Hello， 小薰，是不是我们就真的没有？哇哦，宝姐，恭喜获得框框，咸酥鸡都是肉啊，皮拿去做成炸鸡皮了。哦，所以你只要有得吃就好，食物长怎样，我们不继续认真讨论。好的，我只要有这个本钱，有办法继续吃这些有的没有的话就可以了。我最近真的不行，我最近真的是那个乱吃真的是。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来宣传一下？好的，那我就先来放一下我们的歌。谢谢欧阳的背包。Hello， 新来的朋友们，大家好呀！欢迎来到我的直播间，我是 AKB48TP 的原子竹竹竹。我们今天应该要来放个慢歌呢，还是应该要来放个快歌呢？真是不知该如何是好呢。我们来放个 Only Today 好了。会不会有点偏微吵微吵？请问有锁粉丝团吗？没有哦。我是设什么？我看一下，我设回馈哦。祖祖不要觉得自己不行，要有自信。你本来就一直都乱吃啊。没有。好，那我们等一下来放白色情人节。没有，我不是真的没有，不行。谢谢大家哦，谢谢大家的回馈。白色情人节，好，那我们下一首就放白色情人节。如果喜欢我的话可以点点追踪，然后喜欢的话也可以到 Instagram 搜寻我的 Instagram 追踪哦。相同的制服上透露大人的倔强，就要朝各自的未来起航，为了到说好的远方。祖祖常吃鸡腿，祖祖都常吃鸡腿便当。鸡腿便当真的很好吃耶，超好吃的。IG 追踪起来，谢谢阿福。彼此的手，终身不觉回荡在空中，快一夜的尽头，紧握初衷，勇敢追求。先可慢慢松开彼此的手，谢谢追踪。大家可以帮我多点点 IG 的那个快速留言，感谢大家，欢迎大家追踪我的 Instagram， 应该是第一个快速语，什么不是快速语，它叫什么语？热门语，哇，可以 ，IG 刷起来 ，IG 刷起来，谢谢大家。谢谢大家追踪。你都在唱，那烦乱的日常竟然
对哦，罐头，哎，罐头 ，IG 罐头，点点点点点起来，谢谢大家，很好很好，100分，欢迎追踪祖祖啊罐头罐，欢迎追踪祖祖的 Instagram， 硬要还想说快速留言是什么？罐头罐头罐头啊罐头 ，IG 刷起来。IG 罐头语吗？不是 IG 的罐头语，对，谢谢玉和追踪，闪着的电动眼望着蓝天空，细胞了怒火，拥抱辽阔，大步的走。好，我去 IG 狂按追踪哦， IG 不用狂按追踪， IG 按一次追踪就可以了。每秒温柔前往憧憬的成熟，有你的我眼神多闪烁。 IG IG 罐头刷起来，喜欢祖祖就点点什么追踪好吗？是追踪哦，鸡宝宝不能一直按追踪吗？不行，只能按一次。谢谢真真按追踪，对，如果大家可以的话，帮我点点罐头 IG 语 ，IG 罐头语，谢谢。IG 按三次好了，为什么按三次？对啊，今天竟然就有红包呢。跟他专心祈祷，默默的守候，世界的门亲自探索，紧握初衷，勇敢承诺。你今天怎么怪怪的？我今天有一点点，有一点点，有一点点头晕晕的。谢谢好奇追踪，大家有感受到吗？我今天是说一个哇！谢谢耳机宝宝的红包，我猜我应该抢不到，我手抖了一下。哦哦，谢谢耳机宝宝，哦哦。哎，宝姐，你的框框蛮好看的。唯一支持点过再点一次，哎。独家追踪，谢谢大家哦！差点 ，B C 是发生什么事？谢谢飞宝宝的行李箱，谢谢飞宝宝，谢谢耳机宝宝，耳机宝宝 ，I'm so sorry， 我好像又没有抢到了，我抖了三次，我的手手抖了三次，我抢不到 ，I'm so sad。Hello， 吉姆罗，好久不见。谢谢红包，我们谢谢耳机宝宝的红包，谢谢耳机宝宝红包、哦、我来打一个好了，谢谢耳机，对，我今天抢不到。那我们来听白色情人节，大班人，谢谢耳机宝宝、啊、红包。你 B 圈也不是第一次了吧，我不想啊，太多人抢不到，没关系，我等一下会发一包粉丝团的。有啊，今天比较不少，在想你是不是没睡吧？不是，我今天头有点晕晕的，我想到可能什么原因呢？不知道哎、欸。昨天也蛮早睡的啊。你最好是啊，飞镖。谢谢回馈，没有没有没有，可能今天就是想要走一个气质风，所以就是让我这样。月月走了吗？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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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刚走，是这个原因吗？独家巧克力糖，那是妈妈成熟的配方，帮我跳出暗恋的框。谢吉姆罗的告白气球。缘分还安排什么期待，连礼物都给不来。三 D 晕是什么意思？头晕是不是要去看一下中医？哎呦呦，我最近有在调身体。Hello， 一分钟恋人。明明全部跟你有关，太奇怪。哦，刚刚那首歌呢是《樱花瓣》，如果大家喜欢的话，也可以去 YouTube 搜寻，然后推荐给你们的主播哦。如果喜欢的话。大姐，你该不会是宿醉
最好是啦，哦哟，最好是啊，空白没有这种事情，好不好 ？Oh my god, oh my god, 真的是哦，哎，如果我那样的话，我大概就被ban掉了。将思绪打结绑紧。Hello JK, Hello 婷姐。Hello 红旗， Hello 玉如。大概一样，只好咬牙把心里融化，放进爱的巧克力糖。我大概是，我觉得我最近就是在开始试着早起，我觉得我好像可能还没有很习惯早起，现在还是没有，我有点可能不知道，没有，我今天没有喝苏跑，也没有喝 latte 哦，我今天就是纯粹喝奶茶而已。Hello 仙人掌，谢谢大虎哥的枫叶。再奇怪，我有什么罪？不然没有时差，对对对，对对，有一点微时差，微时差，自己的时差。谢谢雨雨追踪。哎，我真的不行，小云宝真的不行。今天开播位置是不是不太一样？哎，对你有看出来？对，我今天换了一个角落。早起是多早？我今天早上八点起床，我发现我竟然不习惯八点起床。情人节在远方还安排什么？莫名其妙的慌乱，爱难不成一下就展开。在白色情人节在没理由的一种恍然，仿佛一眨眼忽然之间学会了爱。太奇怪。这首歌是白色情人节，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可以搜寻然后分享给你们的主播。白色情人节八点钟早起，我觉得我最近可能都要睡到差不多十点起床我才会觉得睡饱了。期待一分五十五秒，没有这种东西，都没有哦，没有哦。我们来听个什么好呢 ？Music video 有没有 music video？ 有哎，有 music video 的，我看一下哦。我们来好了，那就 Only Today 好了。我都六点半起床的、啊，真的。而且我觉得不知道为什么，啊，我知道了，因为我就直接练习，然后我就有点烧香。谢谢大家追踪，哎，对我改追踪哦。八点多太阳晒屁股了，还算早吗？很早，非常早，超级早。哎，我看一下现在粉丝团现在十个人在线。无论多危险，想抛开一切，到一次生动的海边。我十二点半左右睡。过我的侧脸，谢谢俊英追踪。放进外套口袋里面，我就在站点笑了全滋味。一个剩下我们的世界，谢谢流星的行李箱。开学是922，哦，没有，姐姐没有这种事情。睡十个小时好饱，对，我觉得我最近都要睡到十个小时。好，小宝贝。只要有你。只要是最爱的你，连默契也一如往昔。今天而已，只要有你，就让我将这愚蠢的爱意随着心统统沉入海底。噔噔噔噔噔噔。好，我们要来一个看见相。上次卢卡还说睡十个小时，真的一定要睡到十个小时，好像才够。Hello， 钟颖，好，刘星，谢谢李真的背包。老师不是帮你准备好座位了吗？不好玩，你越来越懂得。先想想，什么？期待祖祖第一次拍 MV 耶。像永远，有睡饱就好。都可以，只要有你。Hello 潘 ，Hello 南天宇文。连默契也一如往昔，今天而已。
哦，今天可以买公演票了，是不是 ？Hello， 阿凯，谢谢月月的指南针，都拐不到你，不好玩了。你刚拐了我什么？我怎么没看到？哦，谢谢中英的告白气球，谢谢谢谢阿凯的玫瑰。这首歌叫 Only Today， 如果喜欢的话，也可以推荐给你们主播 Only Today。下周公演，宣布当研究生当博士吗？宣布当研究生当博士什么意思？糟糕了，留言被刷掉，有些留言没看到的，大家可能要再打一次我才看得到。因为我拐过了。公演票票买起来，谢谢玉安的枫叶，嘿嘿，噔噔噔噔噔，谢谢大家。我电脑，我手机宕机，我手机宕机了。什么早安？留言一直被刷哦。等一下，今天不行这首歌，今天这首歌我喉咙就烧香了。你没看到就打一些让你看得到的字啊，就飘起来。谢谢宝洁的戳戳我，谢谢玉安的背包。谢谢玉安的背包。922开学，反正你看不到。OK， 祖祖一定没看到什么留言什么，因为我没在留言。100分。嘿嘿。这一天过得怎么样？什么事特别难忘？哎，宝洁，这样的话你是叠加吗？宝洁，就是，你是会有连续24小时，还是就是只有12小时？眉毛变粗了吗？你看我今天眉毛，我觉得画得很好哎，我觉得我今天蛮好看的。所以主主要跟学校复合吗？没有，我们已经很和平的。很和平的道别了，一次12小时可以叠加。哦 ，Hello， 巴黎追踪，不必一个人假装坚强。侧耳聆听，附上了季节的消息，脚边正静静，适合现在的发型，真的哦。你说我今天的妆适合今天的发型，还是今天的发型适合现在？如果24小时的话，你就不要关播啊。谢谢大家追踪。悄悄地沉默完下一片静默，你要啊。我来发一包粉丝团宝宝的，因为我觉得可能会一直不断的叠加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先来发一包粉丝团的红包，大家粉丝团宝宝们先准备一下。谢宝兵们，先给你们一包。人生人生。又想骗我加入吗？哇哦，谢谢加入粉丝团，哇，怎么这么，谢谢，又要开始转发话题了吗？我们就剪头发呀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啊，我改回馈了，这样大家应该就都可以抽阳光了，被诈骗了吗？你自己不要跟大家抢啊，当然不行啊，我也要抢啊。我也要来一下吧，不然等一下又被你们取笑说我抢不到红包。现在发生什么事的一封信，看说谢谢你的一封玫瑰，什么东西？没有口头了，没关系，看不到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AKB48TTB 的原始主持人。如果喜欢的话，可以点点追踪，可以搜寻我的 Instagram 追踪一下哟。你被笑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。高比奇，然后可以点点 IG 罐头哦 ，IG 罐头，欢迎点点 IG 罐头。在心底当夕阳，悄悄地沉默完下一片寂寞，你要忘。谢谢宝洁的背包。继续勇敢向前闯，沿途跌跌撞撞失去的代价。我已经，但我哦，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，婷姐。不知不觉爬上了车。好啊，那我
我设两包追踪你就可以了。谢谢宝洁的好多背包，谢谢宝洁。没有缘分，后面那句才是重点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婷姐，我帮你把它设成追踪。这宝洁你怎么这么多背包啊？你要忘。那场景所谓美的不像话 ，Yes， 今天已经要退场，这一切从当中心开始闪亮，当匆忙，这头赶路变成日常，你不妨给镜子里的他大大赞扬，大大鼓掌，嘿，仔细欣赏那张脸庞。从不怕努力的拍打属于你的翅膀。你有没有抽到啊，婷姐？谢宝洁的超多背包。这首歌是《看见夕阳了吗》？聊失败有够尬，哎，是这样子的吗 ？Sorry， 婷姐。Sorry， 婷姐，因为我才钥匙过任务就有了。哦，好多呀。那我们要听 TTP Festival 吗？好像有点可以哦，还是你们要听饼干？我们来听饼干好了。我们今天都来一个，哇哇！谢大家的饼，不是饼干，谢大家的背包。对不起，想食物想疯了，谢谢大家，有点看不到留言，晚安嘞，等等再发红包，抱歉，没事的没事的，谢宝洁，谢谢，好多背包，晚安。谢谢大家，我们来听幸运饼干，恋爱幸运饼干。噔噔噔噔噔，谢宝洁。噔噔噔噔，哇哦，谢大家。只能够看见你，获得十年份背包，哇哦，100分，包包买起来。害羞以退流行，以退潮流。对。耶耶耶，你要负责，外甥女看到我的脸就哭了。怎么会这样呢？我应该蛮受 baby 的欢迎才对啊，应该吧？那你把我看起来可爱一点的照片给我看。是不是要耶耶耶，咖啡店在播放的那首歌曲，好想知道我所有的秘密，跟着节奏挥动着我的手臂，想要忘记的脑海保留痕迹，不想继续压抑，现在开始打击。我让他看直播啊，应该是我声音太大笑了吧，安琪发的。谢谢大家的背包，给大家接中。简单也最复杂的谜题，嘿嘿嘿。谢谢张颖的守护灵，我要让他看直播，那他一定会被我笑。Hello， 他们是什么意思？你好，久仰大名。你好，杨他。羊什么 ？Hello， 黄琦，谢宝洁的背包，谢嘎宝逼的玫瑰，在一起。这首歌是恋爱幸运饼干，是我们的乐团 The Puzzles 的歌哦。想的几个世纪，一点点阿华。谢谢宝宝。谢耳机宝宝，您真棒啊！是您吗？不需要用您啦，害我有点紧张。谢耳机宝宝能量饮料，谢宝洁的包包。今天背景不太对，我今天在不同角落放播。什么感觉？我现在日文也可以看得一点点，熟悉啊，熟悉。告白哦，一直哦对，恋爱这里敏感代表幸运，就能懂得藏在爱情里面的秘籍。嘿嘿嘿，如果会遇到奇迹，是因为爱上为我着急。恋爱这里敏
你在乱回应啊。这首歌是恋爱心饼干，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分享给你的主播哦。안녕하세요谢宝洁的背包，进来六包红包，一包都没抢到。啊 ，QQ， 刚刚讲错了啥？안녕하세요。和我在一起吧。恋爱这里，饼干代表幸运。红帽子，本当你马路的事。抢到任何一包 QQ， 没事的，长颈鹿宝宝们。强烈的预感是我们最后一面。卡凡，你是不是在煮马场？啊，肚子饿了吗？没有，我刚整个大烧虾，还发生什么事了？是猪看到谁？猪猪看到猪妈，对猪妈深情非常，于是乎被猪妈忽略了。然后。谢宝杰超多包包，谢宝杰送我很多包，谢宝杰。谢红包，谢大家，谢宝杰让我上小书房，谢谢宝宝们让我上小书房，谢谢宝宝的红包，谢谢儿子宝宝的红包。望着谢宝宝们的小礼物，许下了愿望，微笑会让每天变得更晴朗。我的纸飞机来了，只有八位粉丝在线吗？哎，不是吧，粉丝们宝宝们 ，Hello， 啊，悟空，不是这样子吧？一切不曾如你所想。奔跑别回望，哇，谢谢大家的 OA， 我现在看到了，谢谢 Rock 的 Podcast， 谢谢花生什么事的真情告白。你断线了，粉丝团慢慢抢就好了啊。不为所有阻挡，我目前不是粉丝团，没关系，粉丝团22个人，只有8个人在线上，很出彩。我是看到有10几个人在线上我才发的呢，臭宝宝们，你们难道是挂着我这儿跑去浪了吗？哦，没有啦，开玩笑。现在直播间几个人啊？不好意思，大哥，148个。谢宝洁的包，谢谢追踪。祖祖上礼拜都在插吗？是什么？好多人，是啦，真的啦。骗你们干嘛？身处在漆黑的夜晚，有我壮，看主播壮阳 ，Hello 壮阳，有。Hello 洋洋，只有你开台耶，真的假的？宝宝，我们是不是又上小翅膀了？谢谢桃花哥的背包，谢谢妈，哎，妈咪 ，Hello。谢谢妈咪的文手礼，148个人，什么讲坏话抓不到吧？哎，真的一直被划掉，哎，没有错啦，真的没有错哦，真的。今天比较少成员开直播，哦，真的吗？礼拜一比较少是不是？我的意思说上礼拜都在做什么？上礼拜都在。吃饭、睡觉、打东东，那开刷坏话啦，完全直接挡满满。我看一下哦，谢谢志宏的指南针，谢谢嘎宝 B 的中原，
谢谢妈妈的文手礼，谢谢心莹的爱的小熊，我看到了心莹宝宝。谢谢妈咪的文手礼，谢谢心莹的小熊，哇、哦，心莹，谢谢你的超多小熊。这得意的侧脸，这得意的侧啊，被刷掉，等一下，这得意的侧脸怎样？这得意的侧脸可爱的有够讨厌，那是什么东西啊？居然敢 Hello 竹妈的留没礼貌，哎，留言多退出直播间就会消失咯，你现在是被边缘吗？什么意思？没有报纸，看来没称赞竹竹，嗯，一定是的、啊，看不到哦，笨蛋。谢谢小蛋糕的真情告白。要有念的心，怎样去远行？不要念 Hello 我竹妈哦，不要 Hello 我竹妈，好，对不起妈咪，我爱你 ，Sorry。眼睛也赶不及，看好我，谢谢谁的看好我？谢谢 WCI 的眼睛夜障咒，谢谢 WCI 的看好我哟，谢谢宝杰的夏令背包 ，Oh my god。快死死是什么意思？Hello 小东，眼睛也赶不及，看来都没称赞的问，一定是没称赞才没有暴击啊！你相不相信？刷超快的，对，刷超快的。谢谢 WCI 的，谢谢 WCI 的掌声鼓励鼓励。Hello Rex， 只有什么？嘿嘿，谢谢宝杰让我又上了上小时榜，是吗？重新回来是真的没有特效嘞，可是我不能重新笑死答错了。嗡嗡的话，不管留言刷多少都会念完嘞，好强哦！竹妈说今天三三自己想办法，可以点歌记得你的香味吗 ？Oh my god， 我好久没有听这首歌了，可以啊，记得你的香。哎，可是等我一下好不好？等我一下哦，我先宣传我们的歌，等我三十秒，等我不行三十秒，等我一段时间，我到时候我最后一首歌的时候放那首歌，好不好？我们先来放个，不如就来放个，可不可以？好了，我们来放个可不可以？可不可以？然后我们等一下再来放个新型病毒，好。等我一下，我等一下就放那首歌，记得你的香味。骂祖祖应该可以看得到留言吧？好，好，好，不可以，不可以，你不可以。可以点错位时空否？小月月，等我一下，我等等，考虑一下。你不用学我，他念留言都是15到45分钟以前的。唯独祖祖不可以，为什么？谢谢宝宝们的礼物。名字叫什么？偷偷打听过，这球赛不能够没你的加油。竹妈，我可以，还是让竹妈来唱这首歌。那上一阵夏季风 ，QQ， 之前是看《同居时代》，真的吗？谢谢你看了《同居时代》来看我直播，你怎么那么好啊？Hello 叶，可以吗？先准备逃。可以吗？是什么意思？你说可以让竹妈来唱这首歌吗？竹妈应该不会理你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阿卡，我就不会骗假名呢。在梦里，拜托你别逃避。这首歌是大家好，我是 AKB48TV 的原地左左左。如果大家喜欢的话，可以点点追踪，也可以到 Instagram 搜寻我的 IG 追踪哦。哦，打妹，哦打妹，你才八嘎啦，全民宝。然后呢，这首歌是可以做你的女友吗？你是思雨邪教的吗？真的假的？安安这扣真响亮，真的吗？谁也和我相同，也帮你鼓早拍手，啦啦啦对长辈恭敬，该不该担忧？先不用哦。表情看着我，噔噔噔噔，发嘎就看得懂，说好的骗家嘞，我刚刚看懂了，我看不懂啦，飞镖这个，噔噔噔，让我做亲手料理味道你的心，恶心，哦，
我眼前都不在意大美。你刚刚矮了什么？我刚矮了我自己。回到你的心，我自己来我心，妈妈我别客气，如果不行就不行，半信半疑的摇头离去，不要犹豫，等等等，笑死，不行不行不行，多多卡哇伊，超级卡超卡哇伊，超级卡哇伊是什么？噔噔噔噔，遗憾将比伤更失落。Q Q， 你要强硬扳进你的心，或许一点好运气，心。这首歌叫可不可以做你这首歌你叫什么？等一下哦，可以做你女友吗？可以做你的女友吗？这首歌叫可以做你的女友吗？如果大家喜欢的话，可以分享给你们的主播哦。然后我是 AKB48TV 的连女友，就可以到 IG 搜寻，然后点点追踪，可以吧？可以啊，可以可以。谢谢大家。哎，志宏，你是不是中奖了？我刚刚是不是看到中奖了？刷一个看不到哎、欸。谢 WC。你还在用我阳光变粉丝团了，是不是？可能刮伤假牙，对不起大家。假牙比真牙还柔软，宝丽金。这么笨女友还是算了。十倍有效杀菌力，阳光是粉丝团的。我按错了 ，I'm so sorry, baby。假牙清洁可以可以，我开了我开了，快来下一包开了下一包开了，我应该是按错了。我刚刚应该是要按追踪，不小心按错了，按追踪，不要好了，送回馈好了。果然是笨蛋，大家都不喜欢，那我抱走咯。那我们来听《新型病毒》吧，最后一首歌。哦，真的吗？有一首歌也是可不可以、哦？谢谢万神帮我直播间。没什么特别，甚至有些伤脑筋的感觉。没关系啦，没有人一直进入粉丝团。的敷衍，虽然认识你的善良体贴。Hello， 干杯！孩子，今天就不会再碰面。哪里突然交错？怎么我不知不觉中？别亲爱的漩涡，终于抢到了吗？怪故事的开头，哎，我为什么自己抽到了？嘿嘿，怎么了？你干嘛？挥之不去，奋不休，奢望能往昔都怪你。五八应该还是抱得起来了。祖祖，我跟你讲，我超害怕的少凯，我一直在讲对不起，真的，我好害怕。跟帅站不上面，就算被朋友跟谁呀抽烟，对，你究竟喜欢他？再次不见，因为从不曾遇见。不礼貌，为什么没礼貌？上演给贡献，自行抢就是肥水不流不落外人田的意思吗？好的 ，Alex， 不太多吗？你说什么？你有那个吗？你有买吗？午餐？你有买你的吗？什么？我抢，等一下差不多了啊！谢谢宝洁的红包。想说，如果你开很久，你还要开很久，我想请你帮我忙。怎么了？需要拿冰敷袋。真假的啦？那我，那我五分钟后关掉好了。我现在念个帮帮。我这首歌唱完就，我这首歌唱完。可以是心灵
的你，因为竹妈她不小心，竹妈不小心撞到，所以呢，啊，我觉得我今天抽不到了啦，哎，我抽到了，抽大包，谢谢宝姐。这一个难题，宝姐怎么这样？宝姐不是吧，宝姐？谢谢领导的一封信，喜欢上你了。好，那我也来发一包，我也来发一包。对不起啊，我今天就先提早关播。是妈咪的文手礼，因为猪妈刚刚好不小心撞到，我等一下帮她拿那个。对对对，因为竹妈她好像刚受伤了，我去帮她处理一下伤口。谢谢 Lingo 的红不是红包，谢谢 Lingo 的行李箱。好，我去帮竹妈弄一下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这是忘的忘记的怪你，忘的忘记的怪你。谢谢宝洁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快去，竹妈很重要。对对对，好，我要来。那我先谢谢 KK 的一封信。我先念榜榜。谢谢狗狗的守护灵，谢谢大家。好好好，念榜前三，我念榜前五，前五好不好？前五，我念榜前五，榜前五。啊，我念榜前十啦，好哟。我念榜前十。啊，我念十五啦，烦欸。啊，我不管，我就念十五。第十五名发生什么事？嘟嘟嘟，第十名狗狗，嘟嘟嘟，第十二名妈咪，嘟嘟嘟，第十二名少爷，嘟嘟嘟，第十一名小蛋糕，嘟嘟，第十名飞宝宝，嘟嘟，第九名 Lingo， 嘟嘟嘟，第八名推推，嘟嘟，第七名宝吉姆罗，嘟嘟嘟，第六名庄颖，嘟嘟嘟，第五名包子，嘟嘟，第四名嘎宝币，嘟嘟，以上拍手。第三名星颖，嘟嘟嘟，谢谢星颖，谢谢星颖宝宝默默守护。第二名。我应该是宠爱的耳机宝宝，嘟嘟嘟嘟嘟，第一名宝洁，谢谢宝洁，谢谢狗狗的守护灵，谢谢推推的一封信，谢谢少凯的 Podcast， 谢谢少凯的 Podcast， 谢谢推推一封信，谢谢妈咪的玫瑰，谢谢可妮的 Kiss 啾啾，谢谢大家的小回馈。嘿、hey, ，拜拜，好好好，我先关了。对对对，因为我今天临时先提早关一下，因为竹妈刚刚受伤了，我先去帮她弄一下伤口。嗯，拜拜，我礼拜三再跟大家聊天。拜拜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对，然后提醒我礼拜三要放那个记得你的香味，记得你的香味，我一定要记得。好好，对我刚这首歌还没放，好，拜拜。好，拜拜，先关掉咯，好，拜拜，好，拜拜。